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来一个好地方，你们看这个河沟怎么样？我感觉还不错。那泥巴也挺暄的，弹弹的。搞得我鞋都脏了，鞋上现在全是泥巴。我的鞋好脏啊！哎，我的鞋好脏啊！鞋上全是泥巴。
我的鞋好脏。整得我鞋子好脏啊，这个场地。鞋带开了，我的鞋全是泥。
家好，今天再来带大家来这个原来那个场地来玩，就那个泥巴地，来就是那边很多也干了，全都干了，现在就那边还有个池塘了，这边这个泥巴不一定炫了啊，对，你可能今天不一定炫去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危险性，待会儿可以试一试吧。那个鞋在地上多磨磨鞋吧，先磨磨鞋吧，之前那段没磨，从这好好磨磨吧，对，感觉蹭蹭，对，拼命蹭，把那个鞋底之前那个泥不蹭干净点，对对对。过膝袜，这个袜子这不是小腿袜吗？这也不是过膝袜呀。对呀，他给的也不是过膝袜。好，来来，往这边走。到泥巴地里晃一圈去，然后你把那个袜子换来吧。这个吗？对对对，你从那儿换也行，对，坐那地上换吧。你可以先穿花边的，或者先穿凉裤都行。那我就先穿花边的吧。啊，觉得哪个好穿穿哪个。这不渔网袜吗？这哪渔网袜，这花边袜。长得跟渔网似的。你真是没见过渔网袜，渔网袜可不是这样的。哎呦，这个袜子这么长、啊、这么长、啊、这都成了过膝袜了都。哎，又长。对，把那个黑色的袜子扔在这岸上就行了，待会儿下去直接去踩去。穿好了，好，把鞋穿好。哦，这个鞋是个魔术贴的，魔术贴那不一踩泥巴不就开了吗？对呀、啊。你说这袜子还挺好看的。好，走，咱们下泥巴去。这袜子还拿吗？放那儿吧。放那儿。对，还得上来换、嗯。那我下去吧。下吧，晃动晃动身体，扭动扭动屁股，
下来吧。可以做做你学舞蹈的时候那些舞蹈姿势。英国。慢点，很炫啊！这张水虽然干了，但依然还是很炫的。看出来了，挺多草的。好，往那块儿走走吧，往那块儿。哦，这么远。我上次留下的痕迹吗？土很硬是吧？嗯。再往前走走试试。对，往前走就行。土现在是不是非常硬？嗯，这边挺硬。来，往前走走，找找那个最软和的地方。来，往前走走，找找那个最软和的地方。哦，这肯定软了。又脏了。不允许打滚啊，只能在里面来回走。行。也可以在里面跳舞，都可以。这咋跳？想办法。还能炫是吧？还能炫，还要炫吗？你可以继续往深里走走试试。我好像走不动。这边又炫进去了。快换个地方，往你东边走走。东边。手都那个，这地方那么小。不行的话就把鞋脱了，要不到时候鞋炫去，可就再上不来了啊。不行就坐地里把鞋脱了行。把鞋脱了有用吗？管点事儿吧。我这袜子很白呀。对，全沾上泥了。那我这鞋放哪儿比较好？先放着旁边吧。来，站地里后，然后把身体转过来，跟大伙儿打打招呼，告诉大伙儿你的感受，什么感受？感觉像在沼泽一样。把腿站直了，别跪着。对。现在感觉身体是在往下旋的，还是往下旋的那种？还在旋吗？对。我觉得前面你的左边那块可能应该更旋，可以往里走走试试，往里猛走就行。
样炫的吗？好，再往这边走走吧，再往这个南边这走走看看。它落到裙子上了。对，站直了站里面看看能旋多深，能不能旋到大腿的位置。不够啊，不够旋到大腿了。旋不进去了是吧？能，还能。还能，你再往中间走走，再往我这边走走看看。这已经到大腿了，已经炫的。中间这烟还能再炫点，我估计。袜子彻底完了。还有这裙子也完了。还有。来，继续炫一下，看能炫多深。这个穿这个白袜子，穿白袜子踩泥巴确实挺有效果的，我发现很出效果，而且穿这个 JK 漂亮，叫水手服，也叫 JK。 来，对，你就站那行，把腿站直站那行，看能站多久，看能旋多深。来，你在里面蹦蹦跳跳试，来蹦一蹦，能蹦动吗？蹦不动。泥巴太黏了。很黏了。谁说衣服看着又完了？这身衣服有点脏了。已经脏了。手上还弄了一大坨泥巴。如果要是炫腰部的话，能炫到腰部吗？那炫不着。底下已经是硬的了是吧？对，底下已经硬了。好，那今天你在这儿要找一个能旋到腰部的地方。旋到腰部？对，用你的身体找找，就在这一片，你找吧。那旋到大腿呢？全是泥巴，我这裙子全毁了。在里面和泥巴吧。继续走，把这滩泥巴全和上来，快！今天这就是你的任务。行。不和出来不允许回家吃饭，今天。啊。和吧。用两条腿把泥巴都和出来行。这块炫是吧？这好炫。这里是看出来了，这你人整个人就剩一半在上面了，站里面和吧，小一点，到时候有个人被你拉进去了。嗯，怎么样感觉舒服吗？这个泥怎么那么热乎？烤热了。还在炫是吧？还在炫。这块看来里面很深啊，有点炫到肚子了。你别掉下了啊，没人救你啊。来，在里面晃悠晃悠吧，转转身子，能转动吗？这咋转？
很多人一直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当一个女孩陷在这个泥潭里以后，她在里面能不能转动身子。我试试。你可以尝试一下，看你身体能转起来吗？一点都转不动吗？我可能不是那女孩。好，你可以在这多走几步，把这地方泥巴和出来。对，已经到肚子了是吧？已经到肚子了。那你就在这块多走几步吧。这块应该是这个沟最深的地方。嗯。我估计这你要待时间长了，有望能旋到脖子。啊。旋脖子你就彻底上不来了。那我就没了。好，在里面晃悠吧，可以把胳膊都伸进去试试。这样吗？对，很好伸是吧？对，很好伸。泥巴里面是什么？全泥巴是吧？全泥巴。这是沙土，很均匀，没有一点红泥里面。全泥巴。据说泥巴浴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据说。这泥巴浴跟那泥巴浴，此泥巴浴非泥巴浴啊。你看你右边那块有草的地方，那块炫不炫？你往那儿走走试试。感觉挺硬，让我试试。对，试一试，看看自己还能出来吗？老够呛啊。然后那块试完以后，然后你再回到这块来行，把这泥巴踩彻底踩软的。上不来了是吧？好难上了。想办法。这怎么还有个朽？那是哪个动物过来过？没事儿。这边不炫是吧？这边没那么炫，好硬啊。就是那小撮很炫是吧？对。行，那你就把那小小撮都踩出来行了。拔根。那我继续回来玩去。比那舒服。你试试晃晃身体，看能旋多深。试一试。咱们这会儿玩一个刺激的，拼命晃。对，让大家看看到底你能旋得多深。身体还在旋吗？感觉？还在旋。还在旋。腿现在里面是站直的吗？站直的。还没有碰到底儿是吧？没有。这块淤泥应该有1.5米的深度，这个淤泥。你要是自己挖，你也不能把自己挖出来吗？恐怕做不到啊。一会儿咱们做个游戏吧。什么游戏？你去换连裤袜，然后换连裤袜后，然后从岸上拼命的冲出来，冲到这会儿来看能跑多远。啊！拼命的往这跑，看能跑多远。待会儿可以试一试。唉，如此艰辛。
还有别扔，崩一身啊！哎，太遭了罪了。来跳跳舞，快！可以把动不了啊。可以把胳膊摆摆动的扭动起来，可以挖挖泥巴，然后可以把泥巴糊到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。哇！你可以抱起一大坨泥巴来，然后放到自己的这个肩膀上。这样。再舀舀更多的泥巴，然后一把放在肩膀上。对。凉不凉？凉快倒凉快。来晃动起来吧，咱们这会儿咱们多做一些和以前不一样的动作，咱们带人爬来爬去，走来走去动作吧，你来回走吧，在这边。嗯，对，走就行。对，那我先把这边泥巴推。好，来想自己想办法爬出来。你往你的左边爬，左边土是硬的，往左边爬，对，往左边，对。很消耗体力是吧？嗯。想办法爬出来，要不你就到这彻底炫去了。去上面换个袜子吧，袜子还在脚上是吧？袜子还在上面。好，我腿脚上的袜子还穿着是吧？穿着。行，去换条连裤袜去。
抽他腿上了，这些泥脏死了，我这裙子也毁了，袜子也没了，换一下。刚才都甩下来一块泥子了。袜子算是毁了。那我是换这条连裤呢，还可以换这条花边呢？换个连裤吧，连裤穿着漂亮点。看你还能换上去吗？满腿都泥吗？哟，这个裤袜还挺透的，这个。裤怎么没有这反？这随便找个面穿就行了。你看它那个带条纹的是朝外的，对，看我花色。脚上还粘了一坨泥子。这个水手服其实要是搭配这种白色裤袜拍照的话很漂亮。这跑到泥巴地里来就有点可惜了。嗯。它这个白丝袜边边挺好看，还带叉号。喜欢的话，让他再给你买一条行。到问网址再给你买一条。这个拍照应该买一条行。到问网址再给你买一条。这个拍照应该是挺漂亮，穿水手服搭配。对。扎脚！哎呦！没想到刚才就摔了。来，继续跑，看能跑多远。好线呀！完了，新年裤袜彻底完蛋了，又脏了。这算是白穿了吗？我又回归了。我估计你上来说那连裤袜得被泥巴全给带进去，你就光着腿出来了。嗯。这个泥巴挺粘的。对呀、啊，好粘。来跳跳舞吧，在里面。也跳不了啊，只能扭扭。你在这边走一圈吧，好吧，在这边走一圈，把这边都踩个遍，然后让大家伙看看这个沟渠，这个沟渠到底这个泥巴现在还有多粘吗？对对对，你围着再走一圈吧，这样大家伙可以看看这个沟渠到底现在什么程度了。
然后下次在制作的时候会不会还用到这个沟渠，也可以参考一下。来吧，出来吧，出来吧，你身后那块走走看看。往我身后？对，往你身后那块走走看看，看看哪还有很深的地方能把腿都旋一下。这块要有个跳板就好了，有个跳板的话你跳来估计人就直接进去了。哦，我穿了这个连裤衩出不来了。快点啊，你要不出来的话你就不出来你就出不来了，彻底出不来了。推一推泥吧。可以围着转圈行，转一圈就知道哪块到底什么样了。对，然后再往回走，直着往我这个方向走。对，绕一圈了吗？不绕那么大圈，来直着往我这方向走。歇一下体力，我说太难跑了。
在泥巴里的时候要喝点饮料的话效果会更好，我觉得是吧？应该吧，我也不知道呀。下回再来的时候给你带点饮料过来，你躺在泥巴里喝饮料就行。那这可以。来，再往你的右边走，往右边走走。原来那个地方。对，你把你没踩过的地方踩一踩，看看每个地方到底都有多炫。来，咱们做个游戏吧。啥？我给你块板子，你站在板子上，然后你往那个坑里跳。嗯。你看你一下能跳多深进去，好吧？行。敢玩吗？行。好，来，你先移动到那个旁边去，我给你块板子。那我移到这边了。可以，你先移到旁边去，我给你递块板子过去一会儿。那你得等会儿，我这又陷进去了。快跳啊！怎么还不跳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快点，快点，一会儿沉下去了。等会儿，不着急。不行不行，快看看你到底跳往坑里跳能跳什么效果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这会儿咱们换个玩法，就像那个电影广告一样，那个人跳土坑里下没了。那我不可能。好，来来来，往里跳吧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哎呦！好玩吗？跟他跳水似的。来，再来一遍呗。行。来，慢慢往外爬，爬的时候再来一遍。你再往另外一个地方跳，对，往你认为深的地方跳，看能炫多深一下子。那得等等我，我还得爬出来。哦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紧，慢慢爬行。你自己可以把那个板子移一个位置，移一个你认为好跳的位置。就这个就行。对。完了，跳你上不来了。嗯嗯。跳进去就难出来，跳还不浅。我应该很快就能出来。这倒好，我跳进去出不来了。这可咋整？来，加把劲儿，一点都爬不上来吗？这跳进去陷太深了，我再试试，我就不信了。如果我不帮你的话，我看你能上来吗？太阳光很强烈，把这个土要晒硬以后，你可能就被凝固在里面了。你这说的啥好话？
这个泥巴，这个泥巴粘稠性太高了，太高了。哦，怎么又进去了？注意调整身体的方向。我已经感觉到你的体力快消耗干了。我也感觉到了。所以你必须在体力消耗干净之前上来。主要是泥太沉，加上那个袜裤勾泥里了。你看这条腿出来了。好，来往上爬行。我又陷进去。出来了，泥巴怎么那么深啊？不像刚才了，都指定是我刚才跳进去的时候。待我缓一下，我这洗了个泥浴似的。来，一会儿咱们再来一次啊。好。来，选好地方再跳一个。那我准备跳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挺滑的。跳了？那我真的跳了。还跳吗？我怕我跳下去，我又上不来了。滑水，3、2、1，哎呀，3、2、1，哎呀。又进来了，全泥。行了，我又出去了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
越陷越深了，现在到腰了。这黑泥是啥泥？准备上去了。没有甩自己身上了。我应该这回应该快一点，因为我把这边泥都给推过去了。哎呀，我应该很快就能上来。喂，怎么又进去了？我又陷进去了。上来了。先把鞋子拿出来，鞋子都干了。这鞋怎么倒挂？
全年龄。鸟一团又一团的泥巴。我还有脑洞呢，糟死了。这么高，还是这双袜子好看。
双白袜子好看。嗯，这个泥。挺滑，哎呀呀！我又要继续奔跑了。3、2、1，哎呦，怎么这回在起点就倒了？果然穿了鞋不方便。那我这新袜子我刚换的。全脏，还有我这衣服、头发，全是泥的了。又陷进去了。我拆了，烦死了！每回一来这地方，鞋子跟个泥蛋子似的，打扫都打扫不干净。还有这袜子，我刚穿的。哎呦，挺炫，还挺烫的。感觉这块不错，哎呦，又炫进去了。哎呦，这袜子呀，全脏了，看着硬，实际上很软。怎么又有点拔不出来了？哎，哦，怎么又陷进去了？这袜子全脏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蝴蝶结也黑了。烦死了，再也不来这破地方。来这破地方每回都脏，回去也不知道咋清理。每回都穿这么新的衣服来，这么脏的走，真的是，哎，我真是无可奈何。这边泥巴都干了，哎，哦，
不多了，该拿鞋上了。这么多呢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什么地方？又陷进去了。这屏幕真碍事。我的袜子、我的鞋全脏了，还有我的衣服，浑身脏兮兮的。再也不来了。